苗栗县政府对一百空心岩遗址在农业处成立的自然生态保育区，政府是当初人关心同注意的保育对象。不过，现在规个政策关系，也按多年来苗栗县发生的开发同生态保育被碾压的事件，将来生态保育估计到产业发展么，需要各界强化的关心。由苗栗县政府表演业养鸡，请出协助由社福的方面，表现出苗栗社福保育的成果。苗栗县也包括由铜锣港天开发按延续争议，每延续三会讨论。不过整体来讲，针对苗栗县政府也近年来做保育社福的工作，社福保育协会表示肯定。不过，每希望县政府在保育工作做得做到较好、较足全。想做和有没有做到，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像他在老中溪的时候做一个那个什么友善生态路桥，那我们坦白来讲，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说他是有想要对石虎友善，因为他毕竟有做动物友善通道嘛。可是问题就是那他的形式大家就可以去看到这个成效，不然像他要400多天的时候，然后石虎才从上方走，那看起来就是不能用封闭式的动物通道嘛。石虎的生性多疑，所以他也是观察了很久。那在一月的时候，终于发现到他是走上面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觉得是就是，不管他是走上面或是下面，那多了这个通道，也等于是多了一个他就是，把破碎的栖地做一个连结。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可以达到我们预先想的要减缓路沙的这个功能。除了本农民不上府相关的配套措施，社福保育协会也建议苗栗县政府应当来向日本发展生态经济，用社福的知名土同影响力带动相关的经济效益。就是石虎就是一个另外 是一个我们台湾是我们苗栗很特有的观光财啦，但我觉得县府几乎坦白来讲，县府做的大部分都是把它化成吉祥物、入口印象，可是实际上它是不是一个品牌，他是不是能够协助在地农民行销他的产品，他能不能协助在地观光，然后假设有石虎旅游线的话，他要怎么打造，我们如何把我们农村再生的一个生技或休闲农业区，包括我们的辅导，把用打出一个品牌，那利用我们在社区里面的这所参加我们友善耕种所做的这个农产品啊，比如说他现在种了砂糖橘啊，我们用一个石虎的一个标章啊，我们来帮他们来做一个啊，协助他们来贩卖，或者打造一个品牌，是不是协助他们到一个啊，比如说像啊这个大卖场里面啊有一个专柜啊，这个部分他们的价格会比较好。苗栗县政府也表示，要整合社福保育工作，唔系地方政府嘅国土作为单位，像系港天系政府嘅能源政策，县政府作为配合用天嘅需求，咁样嚟做作为影响生态，也保育工作系讲嘅主权，中央应当实施社福基金跨部分，也地方咪跨局出来做好配套。譬如这条路是在通宵，以举例来讲，通宵的这个地方下来。128线要过关，即使是有食物出没啊，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能够啊增加了这个箱涵的费用，包括房管的费用，是不是由食物保育基金来出？那这样子，我想县市政府他就大家会比较愿意来做，不然所增加的费用要由我们县的这个款项来增加，我想一般人都不太会愿意的吼。苗栗县政府表示，保育工作除了同民众沟通，没有实际的方向。苗栗县政府有长期的目标同计划，还会持续同民间的沟通，来做好社福保育工作。客家新闻总编苗栗报道。